你们都不是宫中的人，在宫里行走，一切要小心为上。我要去见父王，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待着，切记小心为上。 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啊，让我跟他更近了一步。没想到这人长得帅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是王子，我几百年没有白等了。你多少岁？我受上辈子了，上辈子修来的缘分。我是觉得哈，他好像对你没那个意思。 所以我劝你呢，就是别陷得太深，开心一下就好了。最后受伤的还是你自己。所以嘛，所以我才要你帮忙啊，撮合一下还不行？怎么，反悔了？我帮。那你自己也争点气嘛！你看看你每次见到他神魂颠倒的，真的是连话都不会说，你说他怎么被你吸引啊？哎呀。 他这样对我，我都已经够难过了，你就别再说我了嘛。其实，跟你交个底吧，从小到大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哎。平常我都没什么机会，跟男孩子说上话，所以他一看我，我就紧张的连话也讲不出来了。你帮我想想该怎么办嘛。你这样每天只顾着欺负我，从来没跟我说过实话。 你这到底是从哪来的呀？为什么跟男孩子都没说过话呀？不是嘛？这你就别管了吧。你只要认真的想，你要怎么帮我就好了。我觉得吧，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。喜欢他就大大方方告诉他，用你的真心感动他。好，大大方方告诉他。 风风，哎，过来过来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一定要搞定他。要是我真的跟他成一对了，你不会怎么样吧？我能怎么样？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。相处了几天，我觉得你这人还蛮不错的。要是你现在告诉我你喜欢他。 我就不跟你抢了。我怎么会喜欢他啊？我讨厌他都来不及。去吧。嗯，太好了。其实呢，我也就试探试探你，你的回答我很满意。什么人呢？怎么了？坐。 喜欢他就大大方方告诉他，用你的真心感动他。好，大方说出来。有事吗？你脱衣服做什么？ 做朋友就做朋友，你干嘛脱衣服呀？我喜欢你，我想亲你。快放开我！你竟敢使用法术！你这样躲着我，是因为害羞吗？ 亲就亲嘛，干嘛要脱衣服啊？我就是喜欢他，怎么了？你说的，我要承认喜欢他，你就把他让给我。原来你叫娜娜。好啊你！你现在是要骗我出丑是不是？还想要骗我抽出你身上的藤蔓丝，做梦吧你！快住手！你胡乱使用法术，信不信我让你掉脑袋？怎么样？服不服气啊？
他要不要跟我抢啊？你呢？你还要不要护着他？我跟你说，你越护着他，我越让他难受。我不会把他让给你。妖怪，我不会让你得逞。妖怪，你说谁是妖怪啊？你们两个都是坏蛋。没事吧？我还行，命还在。他亲到你们？没有。你为什么关心这个呀？因为我跟你拜过天地呀，就算我要杀了你，也绝不能让别的女人碰。我才没有关系呢。别嘴硬了，你说的我都听到了。我也喜欢你。在这里哭，眼泪都哭干了，有什么用吗？你是谁啊？在这里多管闲事。我是王宫里的人。我看你从安燕王子的房间里出来，你是他的人吗？不，我才不是他的人呢。从此之后，我跟安燕王子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以前都活得太孤单了。我听说，人世间最美好的，就是两情相悦。藤缠树，树缠藤，缠缠绵绵，痴情相连。可是人世间远没有自然界这么简单。那我明白了，你是喜欢安音王子却爱而不得，对吗？我不许你胡说。我剩的时间不多了，天亮之前我就要走了。你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两手空空的回去，是不是太可惜了？瞧瞧你这头发真好，光洁顺滑，好像是绿苍江的水草。我猜你过会儿要回绿苍江吧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认得你了，你就是那个把我从江里面放出来的人。傻姑娘，你不应该这么贪玩。这哪来的萤火虫啊？丹珠，你在哪儿？这都什么呀？来找我。丹珠，来找我。哎，你又想跑到哪里去？这不是萤火虫，是丹珠，是丹珠在说话。别胡说，我可什么声音都没听见。依我看，八成是这妖怪又使用其他的法术来戏弄我们。他要真想要我们的命的话，我们现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？他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。哎，奇怪，这御花园里怎么多了这么多绿植啊？丹珠，丹珠，丹珠，娜娜，娜娜，哎，
丹珠，丹珠，你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一不小心被人害了，我就要死了。糟了，天亮之前我回不去了。